第一步，先画波浪线，把纸四边框起来。第二步，在右下角画一束梅花，梅花先画出枝干，再画五瓣花在枝干上。第三步，在画面左面画上直线、云、烟花。第四步，在画面顶部画上双直线，在双曲线下画上锯齿线。第五步，在画面中部画竖线、波浪线，然后在波浪线右侧画上一个大灯笼。